当我看见这位日本橄榄球选手山本优翔，我发现我又可以了。网友看到他之后纷纷表示，他这颜值跟身材不拍电影大片很可惜。他出生于1994年，虽然我觉得他可能出生于1984年。一向对年纪稍有一点点要求的我，当看见他的时候也觉得年纪已经不重要了。毕竟他的长相，他的身材算得上是小天才吧。其实大多数的橄榄球运动员日常都是风吹日晒的，哪能那么白白净净，就是这种有黑有黑的感觉看起来才让人感觉比较生猛。不少网友看见他的时候脑袋里已经有了被他举高高的画面了，穿西装的样子也是酷毙了。这个日本小哥你们可以吗？